表演活动热闹开场，土城明德里举办明德市民活动中心新建工程开工动土典礼，计划大约1200万元打造聚会场所，邀请里民朋友一起参与，庆祝得来不易的活动环境。我们今天5月30号在举行这个叫做开工祈福典礼，我想这个很难得，不过终于我们完成我们要的这个活动中心。那以后我们大概明年活动中心可以启用以后呢，我们就有一个室内又好的一个场地哦。那现在有了以后呢，我相信我们会明德里呢会更蓬勃更发展。明德里位于交通便利、紧邻热闹市集附近，但因为如此地价过高，无法争取购买活动中心的经费，索性透过民意代表争取在土城从化区的公儿十八公园内争取到空间，预计新建100坪的活动中心。那么也这一个恭喜哈，我们的明德里的所有的里民，那这要感谢的就是这一个里长。那么他这个持之以恒，那么一时想要争取一个活动中心，终已经有了。以后里民来这边开会也有公园，那我想这个将来有很多的老人家也可以来办我们的萤火族俱乐部也可以办一些我们的妇女的成长课程，社区大学通通都可以在这个活动中心，能够让民众能够休闲，又能够有一个活动中心来做我们的这个开会。明德市民活动中心开工动土之后，预计在明年2月份完工启用。除了里民集会的室内场地之外，户外的部分搭配原先的公儿十八公园设计，保留了绿地空间，提供更完美的休憩环境。数位天空新闻新北市土城采访报道。